Hello， 我是咪咪，我是莎拉。光棍节已经过去了，相信大家看了我们的光棍节如何摆脱光棍的妆容，已经寻觅到另一半了吧？对，新的一年又来了，然后情人节快到了，怎么如何跟他第一次约会呢？化什么妆好呢？是哦，还是选择天使一点的妆容，还是选择比较摸鬼一点的妆容呢？今天我会用这款腮红画眼影哦。再用这款 Vanilla & Co 的珠光粉红色打在眼窝的前半部分。再用这款 Dolly Wing 的闪烁眼影笔给我的眼线眼头打上眼影，让我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和闪亮。现在画上腮红，我选择的还是这一款 Color Combos 的腮红，粉红色腮红。我准备今天画在颧骨的上方，因为我觉得这边画粉红色的腮红会给人感觉更加的无辜。而且有一个小 tip， 就是你画在上面的时候，就是男朋友亲你的脸啊，不会把你的妆容弄花哦。对哦，男生通常都是亲在这边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我画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会画这里啊？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你说我们试试看，等一下我试试看看亲你吗？没有。噔噔噔噔，最后一步我就会用这一款 Sasa Tini 的唇彩给我的嘴唇画上颜色。你看它非常漂亮，有三种。我想吃掉它。对啊，有三种颜色的组合，所以它混合出来的颜色是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有层次感喽。等一下记得擦。你不是有你的唇膏吗？我要你的。不行。我要，讨厌。你这是学哪里的电影啊？大家有看吗？撒娇吗？那个 yes。 撒娇的女人最好命吗？讨厌。讨厌。你说天使一点。有一种可以飞起来的感觉。粉底方面，我会用 Saiba Colors 的粉底霜。为什么你选这一款？那个质感比较浓一点，遮瑕量高。画上眉毛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小恶魔，就是先用那个眉膏打底，再用眉粉上一层。最后，我们用一个小秘诀，那画完眉毛之后呢，有一些朋友因为眉毛很多杂乱，所以会用这支眉毛的 gel 把它定型。是不是可以让它眉毛更持久一点？它是胶水啊，我液体啊，有一点小小黏黏的，就是可以让造型，还有它眉笔眉毛的形状更持久吗？对。眼影的时间，我用 Maybelline 这些比较梦幻的颜色来画我的眼窝。你准备怎么画呢？先用这个，画眼窝。那为什么你化妆速度这么快？习惯了。再用浅色的 ，OK， 偏紫的。偏紫的话呢？前半部 ，OK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是用
紫色梦幻紫，来画后半部，这样拉出去。哇，天啊，你好专业。再来，另外一个勺子来画这个颜色，深棕色，深棕色，来画外眼线。OK， 由中间开始哦，这边中间开始。为什么从中间开始？因为那个眼影可能会沾的分量比较多，所以中间开始的话，整个控制的眼线会比较顺眼。在下眼线部分，我会用深棕色的眼影来画下眼线，主要在后半部。那个下眼线眼头部分，我会用 Maybelline 的 Superliner 金棕色来画。眼尾要画翘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粗一点，翘一点，然后再画眼头。睫毛膏我用 Heavy Rotation 的刷睫毛，太亮了，我化妆。刚刚咪咪是用腮红来画那个眼影，对，跟那个都是懒人，对，然后我就用 Maybelline 的那个唇，那个唇彩，来画，哇，太鲜红了，腮红，对，你真的确定可以吗？对，首先我会擦在那个手上，你的国语越来越好了，谢谢，无名指，沾一下，我听到，擦上去感觉还好哦，没有太鲜红的感觉，主要腮红的范围会在那个鼻翼躺两旁，为什么会这么特别的一个位置？你在外面看上去会觉得五官很立体这样子，而且这个化妆的方法是最近韩国很流行的一个腮红上妆的方法。同样唇彩放在中间，你这样好像在画唐代的妆容。叫你完成了没有？开玩笑。叫我明姐啊，滚开来。感觉你好像要出去吸血。没有了，好不好？魔鬼的妆容大概就完成了，这么简单吗？要我的，很用力，要不然吃掉了又我喝。我们妆容完成了，我准备去约会喽，拜拜。咚咚，哎，这么快，飘走，来。